那人呢？大厨呢？不知道啊。客人催了好几次了，这鱼汤就上不去啊。不是，料已经备好了，但是这菜得大厨掌勺啊。哎，打电话了没有？打了，打不通。这关键时候掉链子，这干嘛这么急人吗？这不，冯老经理，客人菜都点完了，大厨找不着了，你说这不是闹吗？哦，这不就炒个菜吗？我来。哎，郭师傅，这事你可不行。这你慌什么？就炒入就火啊！我来。来，炒什么？绿油炒炒吧。做过吗？哎，什么菜都会做。来吧，听好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郭师傅，对，哎，经理，刚才那道菜客人说怎么样？您说呢？别来惯着了，他们怎么说？俩字儿，好吃。你看，俩这不是吹牛吧？我跟你说，味儿还真不错。你看，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俺这不旧厂吗？你骂什么人呢？你骂你，骂你怎么了？孙叔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吗？好好说。还有你是不是找着人替我了？啊！我告诉你就一句话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啊！哎，俺这是给你救急。你，我跟你说，他年轻不懂事，我说他去。什么玩意儿，不识好人心。再使点劲儿。好。哎呀。你看你啊，老了还得受这个罪。哎，受什么罪呀？哎，今天俺一出手，把在场的人全都给震了。哼，还是那句话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你看，把那个大厨给气的。那他以后不会找你的麻烦呀？你看，给他几根烟，什么都有了。哎，好，好。你说你这个人哈，哎呀，你什么时候给人家低过头呢？这不是为了挣钱吗？刘敏那个妮儿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这好好的整什么容啊？你。哎，咱都说好了啊。嗯。刘敏整容的钱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一鸣他们小两口担，不然的话，那又是一场大战。不是，这个事俺都跟他们说了。哦。好点吗，这里？嗯，好。哎，再使点劲儿。哎，对，我可不着。哎，这个钱呀，还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啊，不是。哎，好。哎，怎么跑我地盘上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。哎，怎么着啊？啊，昨天那个事儿还没完啊？想完啊？今儿就是完，你从这儿出去。什么？出去？出？哎，说什么呢你？刘师傅。啊？咱们出去说。不是，哎，经理，我们那孙大师啊，年轻气盛，非得把您拿下来，我劝也没用。俺都40年出灵了，比他年纪都大，他懂个屁呀！你就另谋高见吧，啊，我这儿还忙呢。哎，别，经理，那个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俺安排个别的职位，干什么都行。别的。那打河水岸都不行啊，只要在后厨，那孙大师都容不下你。跑堂也行。跑堂？哎，跑堂那都是小姑娘干的活，您不合适啊。哎，等，经理，跟您说实话吧，俺现在遇着难了，家里急等着钱用，你就帮帮忙。要不然这么着吧，我们这洗手间啊缺一打扫卫生的，您就干保洁吧，每个月只能给2000块钱。行吗？行。哥，你这也太没新意了，这不还是卤菜吗？我是那种没有创意的人吗？卤菜跟卤菜能一样吗？
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这御厨做的呀？发挥点你的想象力好吗？御厨算什么呀？啊，算了，我跟你们直说啊。我们家老爷子做大。哇，荣幸啊！今儿能尝到伯父的手艺，哎，随便点啊，待会儿我请客。嗯，到了，来，走，吃去。